打架波打得咁，打架波打得咁闪烁嘅，但系阻唔阻止到我精彩？自己欺人哋。Says it will respond to each hostile step from the U.S. It's imposed sanctions on American diplomats, including McCain, Boehner, and seven others. Russia said the sanctions against it will have a boomerang effect and come back and hit.翻嚟新闻时间，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由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推行嘅公开资料守则。公署发现守则未有涵盖绝大部分嘅公益机构，并且啲机构唔使咁或者再讲啲嘢，睇下可唔可以算唔算系阻止到我将咗讲完资料啲啊？公开资料主任会根据守则尽快回应。公开资料守则喺1995年制定，方便市民向政府部门索取资料。申诉专员公署旧年接获80宗我谂人民唔中意自己欺人嘅。喺索取资料嘅时候被拒绝，所以公署主动调查发现，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未有就守则向政府部门制定指引，部门往往以个人资料私隐条例为挡箭牌，处理涉及第三者资料。460个公营机构中，目前边个中意自己欺人，中意俾人呃，或者中意经常自己呃自己嗰啲咁嘅人？申诉专员认为，政府又或者你讲以后算唔算系阻止我精彩咧？惩处部门刻意拒绝披露资料。如果系冇一啲嘅罚则，例如。或者你唔依據呢啲係個守則辦事啊嗰陣時咧，係對於個部門嚟講，佢可能覺得呢啲唔係佢喺日常工作上邊咧係比重上最重要嘅工作。佢覺得我仲有工作，我有其他好多嘢做，我唔得閒你招呼你咁多，真係攞資料係嚟到去應酬呢啲嘅市民嘅要求。公署建議咁講咗啲誤導毀謗嘅剪接説話，有冇減低到你妒忌心？提供意見。申诉专员又发现，政府档案处自欺嘅心有冇再强烈啲？部门遗失或者欺人嘅心有冇再强烈啲？自己欺人嘅心会唔会越嚟越强？档案系有问题，要求政府定。咁你睇见咁样升法，我咁嘅料咁会唔会越嚟越妒忌心好重？申诉专员公署建议制定资讯自由法，越嚟越憎恨。公开资料守则嘅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谭志源就话：，多啲嘢咧，法律改革委员会进行紧研究。算罢啦，唔好讲咁多嘢啦，俾人讲先啦，你哋。